大家好，我是郑红怡欢迎收听《今日的波多转世界》。我们今天啊、呃，邀请到啊、呃，民进党的啊、呃，立法委员吴丽华委吴委员好，吴委员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吴丽华，嗯、我的主语名字叫塞代。哎呦，你讲大家好呢？对啊，大家好啊。原住民讲台语了、哦。呃、你台语很溜吗？倒 <laughs> 也还好，因为、嗯。 有在平地读过书嘛？那同学之间总是会用最习惯的语言来交谈啊啊哇！就就像我们在外地碰到自己的族人，嗯，族语就会很自然的拿出来讲啊啊啊！呀，这个啊，委员啊，他已经啊，民进党提名他来选啊，三地原住民立委是，那这一次是要来连任的是，好，上一次呃，第一次选就选上了，奇迹。 对对，但是赢得还算有一点惊险呐、啊。<laughs> 是，应 <laughs> 该孔文举他觉得更惊险啊。对对对，孔己更紧张，<laughs> 孔文举更紧张，因为孔文举的票数几乎跟你一样。对，差十六票、哦，差一点他他就被你挤下去了。对，哦、很意外。那你挤下去的是另外一个人，是差将近一千五百票。<laughs> 对对对，也是一个国民党籍的。啊<的>、哦，好，那呃，今天啊、呃、邀请啊务、呃、员来，其实就是表示说。 啊，这个又要选举了，哎、欸，因为选举，大家知道，<laughs> 就是说，啊，以民进党要来选，啊，这个三地原住民是不好选，是应该这样讲。好、嗯哦，据说你是民进党第一个三地原住民的立委啊，是啦，但是平地原住民的话，嗯、之前就有成莹了，对，对，平地啊，跟三地又不一样哦，平地不一样，在台湾呢，好像是啊，更保守。 嗯，应该是说，嗯、所谓的平地原住民，他们的一个生活区域，嗯、就是在平平的行政区。对。那所谓的山地原住民，他的生活区就是在那种有斜坡、高山的，那种山地行政区。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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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。所以一般来讲，像平地原住民，绝大部分都是阿美族，而阿美族几十年来，绝大部分都是移居在。 都会地区，嗯，哦、所以他们跟平地的接触比较早啊，哦哦哦、比较人数比较多。是是是是是,是，OK，好，那啊、呃，这个吴委员，当你你是这个上一次就加入民进党嘛，哈、哦，那选上、嗯、就是征召的时候呀。那这个啊，呃，三、呃、地原就是说原住民朋友加入民进党的多吗？当然不多。<laughs> <laughs> 台，我记得台湾民宿民应该大约五十万人嘛，哈、哦，对，五十万人，民进党的党员不有几个？两、哦、万多个吧？对、欸，有加入国民进党的党员哦，我目目前、嗯、目前哦，嗯，应该有有到两两万，应该有，哎、欸，那也还不少、欸欸。对对对，没没没没，我我讲错了，嗯，我们屏东屏东几百位而已吧，<laughs> 屏东是加入民进党员。 屏东是最多，这个是我确定的。就是原住民加入民进党。第二多是在花莲县，啊啊第一多是在屏东县，啊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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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但是即便是屏东县，好像几百位而已，也只有几百。对对对对对。<laughs> 所以所以要代表民进党选原住民地位是困难的。那、嗯、那个困难在平地也困难，但是可能山地更困难，应该这样讲，<是>对不对？<是>哦、好，那那你跟民进党的渊源是什么？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？ 应该是说，我们其实我个人我是读师专，嗯，屏东师专嘛，对，当时我现在叫屏东大学是是对，嗯、当时我们确实因为上军训课嘛，嗯，确实有被鼓励入党，入但是入国民党，当然，但是毕业之后，嗯、同学们几乎就是因为我是五十八年次的，一九六九年出生，嗯，嗯所以当时那个环境，呃，我记得。 我还没毕业就解严了。嗯，OK 啊，民国七十六年，对我是一九八九年毕业。嗯，对啊，那你有民国七十八年？对，對嗯，我我记得我还没毕业就已经解严了。对，所以当时的环境已经就是已经是最末期了。嗯哼啊，我们确实有被鼓励入党，嗯，但是绝大部分好像之后这种党部组织的活动。 好像就比较没有那么积极，嗯、<哼>因此我们那一届的同学，我记得看起来好像都是失联党员，嗯啊、<laughs> 都是失联党员。是。那后来因为教书的关系就很奇妙，因为我在屏东县。嗯、如果说您跟民进党的渊源，那就是我一毕业，当时也是苏贞昌第一次当选屏东县县长。嗯、那我记得当时他做了一件。 很有趣的事情，很前卫，嗯、<哼>就是他用县政府自己的钱，对，要求我们每个学校编教材，嗯<哼>然后一定要上母语课，嗯<哼>那个时候还是教育部不合法的，但是在我们屏东县说，所以、哦、他他那时候是教育部不合法就是不准哦，嗯、呃，就就还没有所谓的母语课，嗯、对，但是屏东县政府就用自己的钱编母语教材，嗯<哼>然后要求。 国中小都要上母语课，嗯，所以我第一次接触，最感动人心了。对啊，嗯，结果没有想到，你看最后现在，嗯，入课纲，对，然后栽培这么多的母语专职教师，然后学校都要上母语课，是，就是就是，也不过三十年间的事情。对，那那个是我的第一个县长就是民进党，嗯苏贞昌，嗯后来是苏家全，民进党，嗯哼，后来是曹启鸿。 嗯嗯，嗯后来是潘孟安，对，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因为我们的县长、我们的老板一直都是民进党籍，嗯嗯嗯，而且支持啊 <laughs>、呃、原住民啊、呃、保留母语推广，是是是，确、嗯、实就是在民进党的县长执政之下，嗯、我们反而开启了我们很多。 我印象中，我编了很多很多的，例如学校的校史，嗯哼哼，例如校园的植物，嗯哼哼，呃，就是我们做了非常多跟本土有关的事情，是是、嗯<哼>，对，这個、这个是我们在屏东县担任老师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啊呀，诶，我记得啊、呃，民进党有一些政治人物啊、呃，原住民朋友，他会用他原住民的啊。呃 母语的名字，比方说哦，那个古拉斯，对，或者是瓦利斯贝林。对，对。那你的原住民名字叫什么？塞代达霍夫扎赫。塞代。达霍夫扎赫。达霍夫扎赫。扎赫。塞代是我的名字。嗯。达霍夫扎赫是房子的名字。房子。嗯。那你怎么用房子？ 应该是说，台湾原住民族目前登记的这十六族，嗯，都各自有自己的命名文化嗯。嗯哼。那以我们这个名字来讲，我们的命名文化就是后面的那个是房子的名字。哦，是哦,哦那它代表的是。房子也有名字、啊。呃，一定要取名字，为什么呢？嗯、你要想想看哦，只有我们的长男，嗯，他才能够在这个房子，嗯<哼>，是他的。 因此，他生这个房子生出来的这些孩子就会冠这个房子的名字。嗯<哼>，那假设我有三个哥哥，嗯、那二哥、三哥他们就必须要独立，嗯，盖房子或买房子，嗯，这样他生出来的孩子才会有自己的家屋的名字。嗯嗯嗯。那如果没有生男生呢？一没有啊，没有生男生也可以。 遭罪啊！但是我们、oh. 我们的在我们的社会里面，呃，其实入婚遭罪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。我了解，了解，<对>了解，对，那是很自然的，自然的对，因为就是一种社会制度嘛。嗯、那我们家全部都女的，我们当然就必须要招一个男人到我们家。嗯<哼>那总之，如果有三个男的，老大就继承了。 那个原来的房子，房子那所以那个房子的名字是要有的。对。那老二跟老三，他就出去盖自己的房子。对。然后再命名,命名、啊、他的孩子才会有名字。嗯、啊、那因此，这个就是有点像汉人的我们所谓的嫡孙嫡系，嗯、就是永远那个掌握原来的那个。 最早最早祖先的那个房子、嗯，嗯、就会一直都是嫡系嫡系嫡系，嫡系 oh. 就是我的长男长孙这样子一脉。Uh huh. 所以，我们很多很重要的一些家屋名字，它就是可以去追溯到说，这是一个古老的家族，oh. 古老的一个一个名字。哦，oh. 对，对，yeah, yeah. 容易分辨，<对>容易找哦。但是以我们这个族群来讲，oh. 我们的家屋的房子，其实你放弃了之后，oh. 人家可以用。 放弃了之后的意思就是说啊，我搬走了，对，他空屋了，对，人家可以，别人可以进去进去住、呃不，不是进去，可以拿你的名字用，拿你的房子的名字用，对哦，哦，对对对，对对那拿你的房子名字用要干嘛呢？他不是自己有房子吗？嗯、呃，就是他如果没有房子，哦、他他可以拿你的名字来用，哦，这样子、啊，对，所以你会发现到说，哎，我是这个名字的，怎么就像人的名字一样，嗯、你你不可能。 你你你有很多很多的名字，就像很多人都叫 Mary，嗯，对，那那就是大家还是可以拿拿来用。是是是，那你你的这个名字啊叫塞呆，嗯 t a h 扎赫扎这 t 塔 h o v 扎赫是什么意思？呃，当然不可考啦，但是一定有它的意思，只是我不是那么因为因为。 说是在家里也没有跟我讲，对，因为这个名字是人家命名的，oh. 但是我只知道说我们这个名字是很重要的，mm hmm. 就是在神话故事里面有被讲到的名字。OK，那“塞带什么意思？一百。 哎呦呦呦，就八婚，嗯、<laughs> 那表示你小时候就就哎、欸、长得好看，然后<對>啊功课啊很乖巧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就,就总之就是啥一代就是一个百、嗯、啊，意思就是说很很多很完满哦、欸，对，满、哦、分的意思。满分的意思是母系社会吗？<laughs> 没有，我们卢凯族是长男哦，卢凯族是长男社会啊。嗯啊，哦、那个排湾族是长系。 就是老大不分男女当家，嗯，但是卢凯祖是以长男当家。哦，有意思，啊、呃，这个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吴丽华啊，吴、呃委,哦、委员啊，吴委员呢，他在当立委之前，其实在学校当校长，是好、哦，那么在他带领下，曾经啊带领他的学校得到两座的金曲奖，好、哦、而且也拿到了两座教育部。 啊、呃，教学卓越金字奖，对教教学卓越金字奖，这个这个这几项记录，嗯、其实我当时当校长，其实立下很多很多记录。嗯，以金曲奖来讲，大概从来没有学校以学校的名义可以拿到两座金曲奖。嗯<哼>而且我们是出一张得一张，出一张得一张。嗯<哼>那后来呢，其实是没有拿去比，就是我离开了。嗯<哼>对。 那另外就是教学卓越金质奖也是打破记录，前无古人，目前也后无来者。嗯，就是同一个年度，然后首度参赛，然后国小跟幼儿园同时拿到最高的金质奖。嗯，这不容易哎，这教育部的不是教育局，对，非常难。就是之前也没有这样的记录，好像到目前也没有。是，很多我们我们立下很多，包括我们孩子们 <coughs> 唱歌，对。 就是我们主张要用自己族群原来的声音，而不应该去模仿西方的美声唱法。嗯嗯嗯。那这件事情一直挑战到最后，现在的合唱团，嗯、<哼>你可以看到就是百花争鸣。嗯。哇，大家都都都。都哎，争相仿效了、啊。对，争相。对对，就我我其实我印象中，我们其实包括民族教育。对。 呃，我们学校开头，然后现在，呃，几乎很多的原住民学校都在做这件事，然后政府也在补助，特别是这些原住民实验学校，嗯哼，那都在，大家都开始就是重视这件事，一起做，包括沉浸式幼儿园，是，我们其实都是开启先锋，开路先锋那啊，卢凯族啊，我刚刚私底下问。 这个啊，呃、吴委员啊，嗯、他他说，卢凯族现在是一万五千人左右，呃，一万三不到，不到一万三、哦，不到一万三，嗯，一万三千多人，不到一万三。你会讲卢凯族的话吗？会呀、啊，我会讲我的母语。我们历史上在立法院第一次用全族语咨询，嗯，就是我跟你讲出来、哦。那,那不被质询的观点怎么会听懂呢？我们就是为了要推广在立法院使用那个。 同步翻译机嗯。嗯哦，<laughs> 现在有了吗？有啦，我们就是第一个示范的啊。嗯、就是我戴上那个之后，我听到的是翻成中文，嗯嗯、把他的阿美语翻成中文。嗯、他的耳机听到的是把我的卢凯语翻成中文。嗯、所以我们都可以去听懂对方讲什么，嗯、但是我们必须用自己的母语去回应。那。 我们现在有十六个哦，我还没讲完。嗯、然后那些官员坐在台下的，他们就是同步听到国语的翻译。也不能讲国语，因为我们现在全部都是国家语言。对对、啊、对对对对。应该讲华语。嗯啊、华语啊。啊啊 <laughs> OK，所以哦，你会讲哦，那你你可不可以讲一下说，宝岛联播王》赞。 伊 <music> 那伊宝岛联播网 radio 啊，马达的多拉莫罗，你没有乱讲啊我没有乱讲啊 <laughs> 好，我翻译给你听，oh, 马达的，就是非常的好。嗯，伊那这个宝岛联播网，我特别赞了一个 radio，rad io, 嗯,嗯嗯，就是 radio 啊，radio，日本日本日本语翻译，嗯嗯啊、然后多喊 “mohomadade”，也就是非常，嗯,嗯，对，就是很赞的意思。Okay 那不然你再用鲁凯主语讲嗯武丽华啊、呃、这个这次选举连任一定成功 inner <laughs> 啊包一个 inner s i n g ok 我相信那我翻译 <laughs> 翻译给你听 inner、哦、<laughs> 就是指我 嗯，因那一新九这一次的选举，阿摩祖鲁可以马拉就是得到，嗯、哼哼就是当选啊。哦、对对对。那现在卢凯族剩下不到一万三千人，啊、呃，就是会讲卢凯语的人多吗？应该不超过两百人啊，嗯，这么少啊，那就快都就快灭绝了。呃，我是说，哦不，没有，我我讲错了，我讲的是我自己的万山语，嗯，我们自己万山语。 应该会讲的，两百也太多，应该不到一百人。嗯，对。OK，所以你讲所谓的万山语，因为把吴吴委员呢，他是高雄茂林对万山万山村的部落出生的，对万山部落，对，这是一个非常小的部落。嗯，那所以还有万山语啊，对呀，不只是卢凯宇，还有万山语啊。其实目前官方十六族对不对？嗯，方言有四十二种。 哦而且还会陆续增加，因为大家都在争取成为方言。嗯、那为什么要成为方言？因为现在有足以认证。嗯、如果我们是独立的方言，它他会为你特别出另外你们自己方言的考试卷。嗯、那目前还有很多，他们都在争取，因为他们也认为他们被归纳的那一组呢。 没有办法去完整表达他们的语言，因此他们在考试的时候会吃亏。好，这个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啊，吴、呃、丽华委员。嗯哦、好，塞呆打胡粉咋 在地台湾人，好，吴 <noise> <noise> 立华武委员啊，OK，这个蛮好听的啦 <laughs>。吴立华吴委员啊，那透过吴委员的这个访问，我们才知道现在有十六族官方十六族登记的啊，这个叫做啊，官方登记原住民对原住民族，台湾原住十六族啊，十六族，十六族。那么最多的是阿美族，二十一万人，不过比较。 啊，分布在平地，对，好，然后啊，这个泰雅族，泰雅族现在九万人，布农族六万人，排湾族十万人，是卑南族一万四啊，像那个陈颖就卑南族，古拉斯就是阿美族，那吴立华委员属于卢凯族，一万三啊，不到一万三千人，那吴委员的老公是排湾族啊，他也是个公务员，是，对不对？哈，好，那我想请教你。 你出生的地方啊，介绍一下啦。哈。嗯，听起来是不错的地方，高雄茂林万山部落是啊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部落啊？嗯，我们其实是位在左口西。左口西，左口西继续往下就会跟老农西汇合，变成高平西哦，对，哦，所以呢，过去日本人日据时期，它的一个记载。 我们在左口溪呢，叫做下三社，嗯、<哼>意思是有三个部落。嗯、<哼>那老龙溪那边呢，叫上四社，嗯、哼哼就是表示那边有四个部落。哦，好。哦、那我们这个下三社，其实它被归类，后来日本人把它归类在卢凯族。哦、但是呢，哦、依照目前的卢凯族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呢，我们跟 爱辽西那边，也就是所谓的雾台乡，嗯哼哼，爱辽西那边的卢凯族语言是不相通的哦。那跟台东那、啊，都是同一族呢。对，同,同一族、哦、就归类同一族。嗯、那在台东那边呢，有一个大南溪，嗯嗯嗯，那那边叫达鲁马克，嗯、<哼>跟他们的语言也不相通。嗯哼哼那根据我们语言学这样子一个科学的语言学，他的说法是说，因为我们可以从 语言变异的程度，去推测分开的年代、嗯、哼哼那以我们万山来讲呢，我们是最早脱离卢凯族，大约在一千年前。哦、OK，对，這個、是是这样，所以语言是完全不通的。嗯、那啊啊、呃呃，爸爸妈妈啊，在那边把就是，嗯，我是在部落出生长大的孩子。哦、那爸妈做什么的？我的父亲母亲哈，我一出生。 呃，妈妈是助产士，嗯哦，那么父亲跟妈妈是在部落里面，不瞒您说啦，我妈是郎中啦。<laughs> <laughs> 哈哈，哈，哈，这个没有什么好笑，因为我们乡下的时候也是这也是嘛，对，因为没有医生进去啊，我们靠什么呢？对啊，我妈就靠着受一点助产士的训练，她就在家里卖药，帮人打针，她吊点人，哎，嗯，妙就妙在我妈这一辈子没有失败过呢，哎呀，她没有失手过呢，是是是，对，我们全部落的孩子都是我妈接生的，因为不可能有医生进去。 所以每一次都要找你妈妈。对，嗯、然后我妈，我我在跟她聊的过程中，她觉得当医生不难，<laughs> <laughs> 也确实啦。对，因为他可以，你知道，他们都知道，其实开药不过就是开那几种 <laughs> <laughs>。我我因为我对我 退烧止痛，反正他们呀，我我曾经啊有一个朋友啊，他是台大医学院，是他他跟我年纪差不多，然后他现在也是自己开业，是。然后他说，其实呃，把就是说最会读书的人都弄去医学院，事实上是没有必要。真的，他是这样这么讲啊，他说其实不没那么难。我妈说的啦，他说打针也不难啦，他说其实。 你你你就是医不死人了，哎、我妈的 <laughs> 我妈的意思是这样说，<laughs> 妈妈也有自信啊。<laughs> <laughs> 我我妈就你干嘛？吴丽华不是长这么好吗？<laughs> <不>是啊 <laughs>、呃，是有点不好意思。嗯、但是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妈她什么都做。嗯、我妈其实我有脸书有分享过，<对>我妈妈她一天只睡两小时，哎、<呦>怎么算呢？对我算给你听。 就是他，因为他必须要揉面团，嗯嗯嗯要做馒头、豆浆，嗯嗯所以他四点他就要起床，嗯、对，就开始呢，要去做馒头、做豆浆。嗯、那接下来呢，他就是要去，呃，我们有在做那个我家就是收木薯啊，秋吉了，对，嗯，那因为我家有摩托车，我爸爸就做的工作就是人家的。 东西收了之后，他要拿去卖。哦，对，那因为我们家有摩托车，嗯啊，我、哦、收收了大家的木薯，对，就是、然后爸爸再出去,去、嗯，就是那些农作、哦、不止木薯，油桐，油桐、嗯，就是就是山上的那些东西，嗯、了解，就是收，然后开杂货店。 然后、哦、也有开早会，对，对嗯、<哼>然后又去。哦，你们就要多狡猾精灵，对，<laughs> 没有办法，<laughs> 就是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即便如此，我的哥哥姐姐他们都贪图方便，嗯、我爸妈把他们送到六桂孤儿院。 你爸妈把他送到六归孤儿院，因为我父亲是继父。那六归孤儿院当时有一个条件，嗯、就是至少就是失户嘛，你至少你要你要不是妈妈没有，就是爸爸没有对对啊。因为我五个哥哥姐姐符合条件，他们爸爸没有。嗯嗯，那爸爸没有的，我没有符合条件。对，所以轮到我读书的时候，我爸爸妈妈把我丢到平地。 哦，所以你其实是继父生的，哎不不是啊，那是继父。嗯、呃，他们的爸爸过世，我我是第二个爸爸。嗯，那我要讲是说，因为我不符合到六龟孤儿院，嗯、所以我爸妈是把我丢到像我读过六间小学。哎呀，为什么？<laughs> 因为我后来长大，我想应该是他们没有好好给人家钱。嗯，所以住一年就得走。<laughs> <laughs> 妈妈收入也这么差吗？<laughs> 不是啊，就是要养很多。后来我国中就读私立，嗯、你知道为什么？嗯，因为我们家的老大当老师出来工作了，嗯，所以我哥哥就让我去读私立学校啊，因为家里的经济变好了。嗯，对。啊，哥哥可能赚了钱也可以拿一些回家了。嗯、对。啊啊啊！哇，好特别啊、哦。对。所以你爸爸，嗯，你爸爸很早走了吗？ 而不是他们的爸爸，他们的爸爸，他们,爸爸他们的爸爸很特别哈，嗯、因为他们的爸爸是去高沙义勇队，嗯，啊，高沙义勇队是去那个叫什么新几内亚那个国家吗？啊，纽几内亚，新几内亚，对他去那边打仗，嗯、那后来有活着回来，嗯，啊，回回来之后就被栽培做警察，OK，后来国民政府来。 先是又当了警察，嗯、<哼>然后呃去选举当乡长，嗯、<哼>然后四十二岁，好像在议员的任内，嗯、<哼>就是过世，啊、<哈>才四十二岁。啊、<哈>嗯，啊，当时就是呃，因为我妈妈那时候，我我记得我最小的，就是离我最近的那位哥哥，他是遗父子啊，哦、对，就四十二岁，他们父亲就过世，所以我妈妈就。嗯 也蛮辛苦，但是至少我妈妈当时有一个信念。嗯、有时候我想一想，我也觉得跟我现在做的事是背离的。嗯、因为我妈一个信念，她就是觉得说，孩子只要离开山上，嗯、去外面读书，过得再苦也会有成有出息。哦，她认为就是要到外面读书，嗯、才会有出息。嗯、啊，她认为可能在部落里面，啊、呃，那里比较封闭。 对哦，各方面条件比较不好。嗯、可是我现在在做的是，哦、是要把孩子留在母 yeah, yeah. 母体自己的土地上学习，是是,是,是,是成为真正的人，要不然就完全失落了。是 <laughs>、啊、是是是。是是好，<是>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吴丽华吴委员呢、啊。 听到他真的也不容易，因为他六个呃小学六年六个年级就读了六个学校啊，<laughs> <对>哦、而且还跨县市。是，嗯，而且啊，这、呃、个从万山部落高雄茂林的万山部落读书读到屏东师专，我讲这的话,话，以原住民的的的资源呐、啊，嗯，那时候考上屏东师专，那了不起的事情。应该是说，嗯、我不瞒您说啦，嗯、我我讲一下我的背景，因为我我也不太。 我我自己其实后来当老师有很大的改变，是因为我体悟到一些事情。因为我父亲其实是外省人。嗯嗯。但是不是那种军人有身份的外省人。因为他是打游击战过来，没有军职身份，政府也没有照顾到他。因此呢，他就自己去找工作。后来在林班，就是跟原住民一起砍草种树。 那也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我妈妈因为失去先生要养那么多孩子，嗯、因此呢，就请我爸爸说下山跟这位妇女结婚。嗯、<哼>啊，我爸爸很开心，因为他当时已经五十几岁，嗯、<哼>突然之间多五个孩子，嗯、他非常的高兴。嗯、<laughs> 只不过我妈妈她就是因为发现，哎，原来外省人呢，他等了半年没有等到军饷啊。他因为我们部落有另外两个外省。嗯 人他们都有军饷过好日子，嗯，我妈就很气，说怎么这个外省人没有军饷，对，所以就叫我爸爸回去，嗯哼。然我后,后来我爸爸再叫回来的时候，是因为我妈发现自己怀孕，嗯，那当时我妈也已经四十八岁，对，但是呢，呃，就怀孕了就把我生下来，来很危很危险的但是但是我要讲的是说，呃，这件事情让我呢，我在七岁到平地读书的时候，嗯、<哼>其实我没有功课不好，嗯嗯。 我功课很好，对，那好的原因是因为我后来才发现，是我得了一个便宜，因为我父亲是外省人。嗯、哦，那我父亲外省人这件事情呢，让我在学习的这条路上，我变成是一个优等生。哦，那这个后来我发现，外省人都得了这个便宜。嗯，因为当时我举个例子，我们老师他他讲一些话，例如你们不要写白字。嗯。 一般的闽南人或原住民到平地读书，谁听得懂啊？嗯，但我听得懂哎。不要写白字，就不要写错字。哦，对，我我没听过的第一次。你骗人！真的真的真的白字啊！对，所以所以所以在那个过程中，其实我发现我的语言没有问题，嗯，造成我的理解没有问题，是造成我的学习没有问题，嗯哼。那这件事情其实后来我成为老师，给我很大的一个影响，对，所以我得说。 就是呃，我其实一直以来在读书求学的路上，嗯、我没有受到太大的阻碍，了解没有学习障碍。其实你你老实讲了，我觉得你也很坦诚，但是你也很谦虚，嗯，倒不呀、啊，因为有些啊呃,呃，这个爸爸是外省朋友的，他书也没有读好了，特别是你父母亲又不在身边。嗯 嗯，对不对？你在外面呢？其实我当老师二十八年，就是从老师当主任当校长。对，我们接触过，因为我在平地教书十几年，嗯，我才回到山上那我什么样的孩子都接触过，嗯所以我很清楚知道，我看到很多呃，我以混血儿来讲好了，嗯，都很聪明，哦，但是不见得会变好孩子，嗯，对，就是就是，但是就。 就聪明来讲，我是觉得说，我确实看到，呃，像这种外省的孩子或者是混血的孩子，嗯、<哼>确实我们在先天条件上有一些好的地方。嗯、<哼>可是一个人要成功，能把书读好，不是那么单一的条件，嗯、<哼>还要靠各方面，包括你的家庭的支持，哦、对对你遇到的老师等等。哎、嗯，他、嗯、有各方面的条件，哎、对。但是至少我觉得我在学习这条路上。 我比别人得到很多便宜，了解。所以哦，其实哦，我爸爸实在不应该娶我妈妈。<laughs> 是好罗朗传好罗朗，<laughs> 要不然我应该可以更聪明。对 <laughs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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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他没有混血。<laughs> 好，<laughs> 这个啊、呃，邀请的是吴立华吴委员哦。那吴委员啊，他这个带领的，你是屏东的啊太、呃、武国小当校长，是不是？ 对我出任了校长，好，<对>他带领啊，他们啊，这个古谣传唱得到两座金曲奖。然后我进去看以后啊，因为 YouTube 有嘛，哈、嗯，进去看以后，哇，歌好好听哦。现在其实很多的学校都超越了啊、嗯，他们其实真的是每一个学校都表现的非常好，而且。 他们的服装我都觉得很华丽、很多彩呢。哎、欸，这是因为卢凯族吗？<這>还是对卢凯台湾族的衣服是公认所有族群当中最隆重华丽的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嗯、好华丽哦！其实这个就是跟文化有关嘛。嗯，我我举个例子来讲，像我们看阿美族，对，他其实活泼，嗯，唱唱跳跳，嗯，你就会知道他的衣服绝对不可能太隆重。 哦，oh, 因为要要跳。对，oh. 那像我们台湾卢凯族，我们的跳舞是最无聊的。嗯、mm，hmm. 就是手拉着手学百步蛇这样子匍匐前进。嗯、mm，hmm. 非常的缓慢。嗯嗯、oh. 因为我们身上穿的衣服非常的隆重。重 oh. 对，其實其实我我其实你久了之后，其实我觉得很可惜。嗯、mm，hmm. 其实我一直觉得台湾这块土地哈，真的我们有很多元的文化跟族群。是是、mm，hmm. 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去认识。 其实会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看见，嗯、<哼>不一样的视野。了解同，哎，像、嗯、像我这样子，其实我们认识各个族群，我们很容易就在文化当中去做所谓的归纳、嗯、<哼>分析，嗯、然后对我们去看事情的时候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。是是是是呀，嗯 yeah. 这个啊、呃，不到一万三千人，<laughs> 可是我觉得哇，那个那个歌声。 旋律、感情，嗯、还有你们的服装，嗯、啊，让我很感动、嗯、其实这个是我们有一位指导老师，他叫查马克，嗯、就是演斯卡罗男主角的那一位。那这个主任他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老师，很特别的孩子。嗯啊、他有一种，他有祖灵的那种眼睛啊，嗯、像个小老人。哦。那他其实我过去跟他共事，我很佩服他。嗯 他带孩子们唱歌的时候，非常的坚持，嗯、哼哼就是不可以化妆哦哦哦然后不可以有过多的动作，嗯、<哼>因为他说我们带孩子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文化，嗯、我们要试着带他们回到过去的文化的样子，嗯、<哼>那在还没有成为过过去的样子之前。 我们不应该就想要急着创新啊，了解。对，那。有很有理念，很有理念。所以我在他身上其实也是学到很多。所以我们那时候泰舞的孩子，人家说怎么表演那么无聊？嗯，那因为是我们坚持孩子在对的时间要唱对的歌。嗯也就是说，歌不能乱唱。对。所以那时候我都跟他讲说，我们可不可以客人来了唱一些别的歌？他说不行啊，客人来了。 迎宾就是迎宾的歌、嗯、，OK。丧礼就是要唱丧礼的歌，嗯、在田间拔草唱的就是田间拔草的歌、嗯、，OK。他非常的坚持。好，啊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吴丽华委员，哈、哦，他的原住民名字卢凯族叫做塞呆塔霍瓦杂赫，好。那么他原本是在学校当校长，嗯，那当校长的时候呢，啊，带领了屏东太武国小啊，啊，这个。 啊、呃，这个古谣传唱呢，得到了两座金曲奖。嗯、那现在大家都学了，哦、<laughs> 跟进了。那另外，他也拿到了两座教育部教学卓越金子奖。嗯，好、哦，同一年拿两座，是是，这是啊、呃，很高的一个荣耀了。哦，嗯，嗯那他是在屏东啊、呃，县长潘孟安的时候，嗯，啊、呃，这个把他邀请为屏东原住民的处长。 对，好、哦、这样子，戒掉，哦，戒掉，对对对。那你是屏东师专，后来好像有去读博士的，有哦，毕业了没？嗯、呃，不瞒您说，嗯、我读硕士的时候是民国八十五年，嗯嗯嗯嗯，嗯嗯哎，一九九六，才二十七年前。<laughs> 哎，但是我就一直就没有再去读博士的原因是，嗯、我也做了校长，嗯，那。 对我来讲就是等退休，嗯、<哼>但是呢，我因为那个时候开始做民族教育，嗯、<哼>后来又更进一步做各领域的教科书，嗯、<哼>族群本位。<对>我很想要把这样的经验透过学术发表，嗯、<哼>让更多的人知道。<样>所以我就决定。 去读博士班，哦、但是我一读博士班，我就被借调到县政府。哦，所以所以我就匆匆把两年的书修完，嗯、博士资格考考完，嗯嗯、就再也没有回去了。论文没写，都没写，不然 <laughs> 不是那么重要的了、哦、现在做这个事情很有意义。是，问你哦，就是说民进党为什么在原住民啊，好、呃，就是这么辛辛苦啊。 应该是说要分两块啊，嗯、第一块就是国民党，嗯，因为它跟我们的整个在就是国民政府来台，嗯，就有了这个组织，对，那你也知道就有了什么组织。 嗯，就是所谓的一个国民党的组织啊，他们都要去做官，就要做什么实验革命实践研究院呐，像我们这些乡长、议员，什么都要去啊。对，嗯、那你也知道，就是我们开始学华文。嗯、其实你要灭掉一个人的思想，就是教会他你的语言。嗯，那就像以前我们被皇民化，嗯，我们就认为我们是日本人。是。那后来呢？国民政府来，党国合一。嗯<哼>所以他就觉得说爱国。 我是中国人，我爱国，嗯、<哼>那就就是已经你已经被固着、嗯、<哼>这样的观念已，已经透过教育学语言的手段，嗯、已经固着化了，嗯、<哼>所以那个是很难去把它扒开。嗯、<哼>因此，当时在党外时期，我们看到民进党的前身，他们像朱高正那些人。嗯 我们就觉得他们是叛乱分子，啊、<哈 S 1> 所以很多早期都会对民进党的印象、啊、很不好，很不好，就认为是叛乱分子。哦哦哦,哦，这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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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那就是国民党的宣传。嗯、对，那那是早期的一个背景了。嗯,嗯，所以你要慢慢慢慢的去把它把这个抽丝剥茧，把它解码解锁，这是很辛苦，要很长的一段时间。嗯嗯、那另外就是说，呃，民进党的组织也刚起来嘛。对。 过去是完全没有，嗯、<哼>后来有了党部就开始去做地方的组织，那、嗯、<哼>后来慢慢有所谓的联络站。<对>但是就是像我们讲的，因为大家对于加入民进党是不光彩的事，所以你很难找原住民认为加入民进党是很不光彩不光彩的事、哦、因为因为那个故作的印象，你们就是叛乱分子嘛，嗯、不爱国嘛，嗯、<哼>对，那就是变成说。 愿意成为干部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。嗯、<哼>那更何况我们要去所谓的一个找党员啊，也很困难。嗯、你看到现在，屏东是全国民进党员数最多的地方，也不过几百位啊。嗯嗯第二多是花莲嘛。嗯、哼哼那就其实不是因为花莲多的原因，是原住民人口花莲是第一多。對對,对对。但是他他你看都没有比我们屏东多。嗯、<哼>因为他。 那个地方蓝色执政，對對啊，我们是一直绿色执政，<laughs> <laughs> 所以我们即便人口数少他很多，党员数都比他多，嗯、但是也不过几百人。那你刚刚讲说，嗯、民进党如果加入啊，呃、不，原住民加入民进党是很不光彩的事，不光彩啊。那，那你像你这样加入，你会不会承受很大压力？当然大啊。嗯、其实不瞒您说，我当时接受征召，多少人透过 Line、透过 Messenger 骂我。嗯。 或者多少人跟我讲说，你可不可以用五档打？嗯，我都跟他们说，第一，这又不是我想打。嗯，如果是我想打，我还可以回应你说，好，我用五档打。嗯、我是被征召啊。征召一定我,、嗯、我当然是用五打嘛。那那，况且我就会跟他们讲说，我也不是傻瓜。嗯。我愿意被征召，我虽然万般不愿，我最后之所以答应，也是因为我找到某些理由。嗯、<哼>例如。 我知道总统一定会上，嗯、例如我知道席次一定会过半，嗯、我当时是用这个理由，<是>因此我加入这个党是为了我未来我能够为原住民做事做事，我当时是用这个方式去说服他们，你用别的理由很困难。他们怎么骂你？他们就是说，因为你要知道，我们会被骂绿区，<laughs> 然后其实提到蔡英文，他们都会说。 呃，蔡英文什么要把我们卖掉啊？嗯、<哼>就讲很多很可怕的话。那、嗯<哼>啊、你你也很难去反驳，因为大家每天收到的赖讯息都是讲这些东西，嗯、<哼>就会被洗脑。哦、啊，你也不用去跟他吵。嗯嗯<哼>啊，我觉得我当时的做法就是说，就就就用我自己的形象打。嗯、了解。那因为很多人知道这么好的校长啊、哦，这么好的老师。嗯。 就我，我只能说，我就用我自己的形象大，嗯嗯、但我很感激，因为很多人确实是抛弃了、放下了自己的各种，包括政党的立场，嗯嗯、他们就是说，我们认识吴丽华，吴丽华不是坏人，嗯嗯嗯，嗯嗯嗯对，<laughs> <laughs> 所以所以就是很勉强的当选。那那你你老公怎么有支持你吗？ 我老公其实没有办法支持啊，因为你要知道，他他没有支持你哦。不是，他没有办法支持的原因是我们都是军工教人员，是，我们有很多的群组都是每天骂命进荡嗯我们承受很大的压力，嗯，可是夫妻嘛，对，就是决定了就一起承担，嗯，对。哦，那你老公也辛苦了呢，他是公务员，他是好人，嗯，那家里会因为这样吵架吗？ 不会吧、啊嗯呃？我觉得反而是为了为了选服工作吵架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很辛苦。很辛苦。嗯，我我这三年半，大家都看得到我的辛苦。嗯、其实我这三年半，不瞒您说，立法委员本来就是领公保。嗯<哼>我们是公务人员，<是>领固定月薪。嗯 那我因为长期二十几年都是当公务人员，<对>所以我真的把这个立法委员当做公务人员，嗯、就是每天天亮了我就逼自己一定要出去工作。对，对，嗯、<哼>对，除了立法院的这些工作，就是我们就是即便是休会，还是每天都要出去工作，嗯、<哼>就真的把它当工作。是，那你有小朋友吗？嗯、有啊。那他们他们会承受压力吗？嗯、会呀、啊。嗯、例如就不能讲。 妈妈在做立委啊，嗯，<对>是哦，对、嗯，嗯嗯，就是就是她很自动，她就知道不要讲，哦，对呀，这个啊、呃，我们现在访问的是武立华委员哈，民进党第一位三地原住民立委啊、呃，那现在要选连任啊、呃，民进党已经提名了，那么啊、呃，他在上一次啊，呃、是拿到两万五千七百七十二票，对，百分之十七点八一的选票。 哦，这个因为总共有几位原山地原住民？嗯、呃，我当时我们一共有十一位选三，选三位嘛，选三位啊、嗯哦。那啊、呃，第一名上一次第一名是高金素梅，对。第二名是孔文琪，对。第三名就是武丽华，对。啊、呃，可是孔文琪的票大概跟你一样，是。<laughs> 但是但是高金的票是我们两个人加起来，是高金拿到三十四点八九的比率。 然后这个孔文琪拿到百分之十七点八一，嗯、那你也拿到百分之十七点八一，对。可是你比第四名国民党的那一位多了接近一千五百票，对。好、oh,，OK，不好选啊，感觉不好选，不好,不好选。那这一次你觉得要怎么突破？嗯、呃，其实不瞒您说，嗯、上一次在屏东是因为没有候选人，嗯、国民党提名最后是落在台东啊。 那也是因为屏东没有人，所以我才会被我这个原民处处长才会被拱出来打。嗯<哼>，那也谢谢，其实帮助很多，包括潘孟安县长的团队，嗯、<哼>那包括呃教会，嗯、<哼>包括我自己的亲朋好友努力的在全国各地打电话，嗯、<哼>包括民进党各地的联络站，这个真的是很多很多人的一个努力。嗯 那完成这个任务<是>那这三年半呢，我也没有辜负屏东，也没有辜负各原乡，嗯、<哼>因为我的名声在各地都是说吴丽华帮我们做很多事，嗯、<哼>所以我也没有辜负。嗯、<哼>那现在是说，因为国民党当时我们就猜测到说，如果吴丽华继续选，一定要在屏东。 出候选人，弄一个跟你竞争。对，哦、那确实这个，呃，这是这是我们早就意料中的。<对>那为此我不管我有没有要继续打，但是总是我们知道会发生这样的情形。嗯嗯、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偶然，也是必然。那这三年半我在全国各地，就是屏东以外的地区，嗯嗯、我确实就是也做了很多事。对，我认为。 一定比我第一次没有人认识我票来的多、嗯。哎、即便百分之八十都是诈骗集团、嗯<哼>，那那百分之二十也应该会会会让我的票数增长。是,是是是。所以此消彼彼长的话，我觉得还是要努力。嗯、但另外一个层面，我我讲的是没有意外的状况。嗯、<哼>那另外一个层面，你知道选举就有很多的。 攻防策略、诈术，嗯、哼哼那这个我们都要概挂承受。对、呃，人家也是在算怎么把武立华拉下来。嗯哼哼，所以怎么配票，怎么去拉票、呃，但是总而言之，我觉得人算不如天算。嗯、<哼>最重要就是自助、人助、天助。哦、我一定要够努力。所以，啊、呃，现在有六席原住民地位。 有三席是三原<元>啊、呃，三地原住民。<对>有三席是平地原住民。住民那国民进党提了两位，一个是陈寅，陈寅是平地原住民，是<對>你是山地原住民。是,是哦，这个确实仗是不好打哦。嗯。那啊、呃，所以啊、呃，这个你上次是拿百分之十七点八一，嗯，然后总共你说上次总共几个人选？ 十一，十一个，但真正在比赛的通常都是五六个，啊，就是比较有实力的。对对，啊那啊这样的情况下，你刚刚讲到说，真的原住民朋友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吗？我是说，像早期国民政府来，嗯、开始我们又要上学校，嗯、我们要抛弃日语、日文，嗯、<哼>重新学习华语、华文、汉字。嗯嗯。 那么，在我们读的教科书当中，您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，就是早期的教科书，即便到高中、大学，嗯嗯、都说台湾原住民是从中国来的。哦哦哦哦，早期的教科书是怎么写？是，所以有些人印象就就是留在那边了，<laughs> 就洗洗脑成功了。嗯 这这没有办法，嗯、我觉得殖民政府一定都是这样的手法。是是是是是，我们是好不容易慢慢慢慢把自己的本土嗯本体主体换回嗯嗯呀，yeah, 那可不可以讲一下？就是像啊高金素梅啊，我看他已经拿到了百分之三十四点八九的选票，是哦，就是拿到五万零五百零一票，是那他的票其实是一直在成长的，是为什么？ 我这个是听别人说了哈、嗯，嗯嗯、我觉得第一，他的个人魅力这个不可否认，嗯，这也是他最强的地方，嗯,嗯,嗯因为他作为一个知名的演艺人员，<是>所到之处。 都像是明星一般的受到欢迎哦，这是我们其他人绝对比不上的。对，这个是他最最好的条件。所以我常常也在当时我拒绝民进党的时候，不瞒您说，我一直跟他们说，你们找不到人去找一个明星打嘛。嗯嗯嗯因为我们是全国选区，对，知名度是最,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指标。嗯哼。 这个你没有知名度，你这种全国大选区你不好打啊！我记得早期好像有找过陈奕迅，也有上吗？哦、我忘忘记了，应该没有。哦、呃，这我就不知道、啊。你知道那个投手吗？我知道。嗯,嗯，那我我的意思是说，知名度是最重要的。嗯、但是呢，回到他过去的一个票数的成长，他其实早期像简东明都还。 票数都比他高，第一名。嗯嗯嗯那我知道的是，八八风灾是一个转捩点。嗯。因为当时八八风灾，呃，这是公认的事实。嗯、<哼>呃，就是中国那边提供我们很大的一笔钱。哦。那当时其实就造就了，以屏东来讲，嗯、他在那个屏东的整个票的开拓，就是在八八风灾之后的那一次选举。嗯<哼>对。嗯。那选举其实。 呃，就就是就就是整个团队的经营方式也是相当的独特。嗯,<哼>嗯因为呃，栽培地方的这些代表、嗯、<哼>议员、嗯、<哼>乡长，嗯，那他就会成为呃一个大的团队。嗯哼哼哼哼嗯，所以所以他他有他有他的一个打法。中国那笔钱多少钱知道吗？当时是几亿。几亿。 然后，啊、嗯呃，就是发到给基层吗嗯、呃，例如捐那个，就是那个不是上面都有打那个什么两岸一条一家人什么、嗯嗯、那个两岸一条心吗？嗯嗯。嗯就就现在那个那些车子都还在跑。哦。那又或者像以我们屏东来一乡，嗯、呃，那个那个铁牌都还在。那个铁牌是什么？呃，就就是例如这条铺水泥，嗯，那一条什么？ 那个工程牌，嗯嗯嗯，对，都还还在。哦就是说，这是谁，对，谁来来来来捐赠的？对对对对,对,对、啊啊。那我们的政府没这些钱吗？<laughs> 其实当时你知道吗？ 就是天灾无情人间有爱嘛，所以很多的善款都会进来。那我们也不能够拒绝这个善款是从哪里来嘛，因为你你你会被人家骂嘛。对，怎么做好事的钱你还你还挡呢？嗯，对对，所以其实灾害的来临是很多的善款就是很容易很容易进入的时候。了解，好，我们今天啊访问的是吴丽华委员。 那吴远很不容易，就是 <coughs> 他是啊很很好的这个人才啊，特别是在教育界。那当校长的时候呢，带领啊屏东的泰武国小啊拿下两座金曲奖啊，他是。 这种古谣传唱其实是他们民族的，嗯啊，传统、这个、传统古谣文化复振啊，文化复振，嗯，那也因为他的这个教学非常认真，嗯、拿到了两座教育部所颁发的教学卓越金字奖。嗯、其实金曲奖我们那时候最大的贡献，嗯、一就是开始用自己族群的声音，不要模仿西方的美声，嗯、二就是开始让大家知道说，原来原住民歌曲不是高山青，嗯、三。 原来原住民歌曲这么好听，嗯，超级超级超级，要不然以前大家的刻板印象，不好听，真的超级好听。对，好，那啊，这个吴吴委员啊，他的啊，这个原住民名字呢，卢凯族叫做塞呆塔后卫查和查和啊，这样。那上一次呢，好不容易这个当选，那现在呢，他要连任啊，那希望啊，第一个你选举顺利，希望大家也来支持你。我们原住民是这样哈。 我们都会觉得说，他才当一任，而且又没有做错事，要给他至少再当一次。我们原住民老人家都是这种想法。对，所以呃，优势不是没有，但是忧虑也是有，因为人家一定会想办法要拉下你嘛。是是是。打仗就是这样嘛。当然。对，所以我们也必须要面对很多很多的。 一个所谓的算计，所谓的攻防，嗯嗯、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子弹了。嗯、好，没关系，吴委员加油加油加油啊！吴委员的这个绰号叫用武力华，用力华，他们跟我讲说。<laughs> <laughs> 你不用用力滑了，你现在应该是第二次要武力全开。我说随便，他们帮我想很多 slogan，例如他们说我的形象就是武一直都在啊，武一直，我一直都在。然后或者是说做不来的交给武做，这样。好，那啊时间的关系，好感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，谢谢，希望大家支持武力华，也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好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，拜拜。